谁送？没出去过家。对了，那天你还没告诉我那个玩具是谁教你做的，很少有人会做这个的。书上看。哦，我是一个朋友教我做的，那天看你做我还奇怪呢，一下就想到他了。你跟他关系很好吗？嗯，很好。只不过后来他就突然转学了，然后就没联系了。那后来联系上了吗？后来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程程，我到你学校门口了。这么快就到了？好，我马上出来接你。师兄，我爸爸来学校看我了，我得去接他一下。那个，我们回头聊啊。